中国的凉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中国人宝贵的经验和智慧的成就，证明凉茶的保健功效都得到大家的认同。原来每一杯凉茶背后都包含了很宝贵的经验和技术，就好像凉茶老字号养和堂，他们制作的凉茶秉承传统古方，并且坚持用明火炮制，在香港自设工厂，每日新鲜制造，务求令凉茶发挥最大功效。我就为你特别推荐养和堂的滋润三宝：金牌龟苓膏、选用上乘的龟板、土茯苓等多种珍贵药材，可以去湿解毒、护肤养颜，一年四季都啱食。鸡骨草茵陈茶就选用正宗泰国野生鸡骨草，可以清肝明目、去湿消暑，夏天呢就最啱饮啦。生鱼野蓣菜汤采用野蓣菜、韭干菜、罗汉果和龙利叶等药材，可以保健脾、生津降火，最啱熬完嘢之后饮翻碗。究竟养和堂的滋润三宝有几好？不如听下啲顾客点讲啊！我中意饮鸡骨草茵陈茶，阿妈成日都买翻屋企俾我饮噶。食龟苓膏可以清热解毒，所以我成日都食噶。食咗对皮肤都好啲噶。我成日要熬夜饮生鱼野蓣菜汤，可以清热同去骨火，成个人舒服晒。品质高，口碑好，饮凉茶梗系老字号养和堂啦。中国的凉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仲是中国人宝贵经验和智慧的成就。凉茶老字号养和堂按传统古方一丝不苟，每日为香港人新鲜制造各种凉茶，品质高，口碑好，正气又健康，饮凉茶梗系养和堂啦。